时间匆匆啊，总是觉得很快速的到来。看看，在受证，这就是表达出了又是一年将要过去，又要来迎接了新的一年。行脚前，在净食堂已经为大陆700多人呐、啊、所证啊，看到大家回来所证的时候，人人上台来接受所证，流了眼泪，那一份的打从内心的感动，好像是受证啊，这份责任很重，精神理念为天下挑起了天下的责任重担啊，下了决心，有这一份的很真诚，不只是女众，男众也是啊，男众其实那一份的菩萨金刚勇力，让我感觉很有希望，诚恳的心念挑起天下的众人，女众菩萨如观音菩萨那样的悲心恳切，都可以看到了责任勇气。在大陆这么大片的土地呢，人口之多啊，地方的广大，的确更需要更多人来守护这样的土地，来关怀呢这每个角落的年长者、贫困者、弱势者，因为地很大了，需要展开了这种辽阔啊爱的能量去付出，实在很感，看来很有希望，也是很感动，也是很感恩，也看到一大群菩萨。每一次的活动都可以看到菩萨真正的有家主人那一份的亲切感，让天下的亲人归来了，都是亲人，一个大家庭啊，迎接遥远的亲人归来，前面的准备，后面还要打理，中间呢，那种陪伴、生活奇迹，一梯梯次呢，人每一位都是这样的，这样的打理，这样的准备呀、啊。组每一组都分得呢很细腻，都做得很周到，真看了感觉心灵的感受总是呢在在都是感动，这是
能成就天下这么多的菩萨，完成他们的事业，落实他们的国家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庭，建立了这样的家风，真诚地迎接了天地下的所有家人归来那样的典范，也希望人人来感受过的人，每一个联络智慧都能就地做带动典范，要见习，要培训，就地呢能更密集一点，发心的人更多，道场更多，能就地见习，就地培训，才回来，这样会更密集呀、啊。因为人人求法若渴，他们把净施法脉这种精神理念，还有慈济宗门呐、啊，都很期待呢，完全呢这种吸收进来。假如能这么广大的大地，更密集的地方，有种子呢，把精神理念都带回去，都同样这样带动起来，这样的典范也教育下去，相信呢，这天下菩萨，人间菩萨，真诚菩萨会更多更亮丽啊。因为天下呢，看到了现在70多亿人口，天地之间人多，这个心态呢很杂，那会造成啊祸端不断，就一次一次呢会发生人祸。想一想，四大如何能平安呢？要求得四大调和，唯有人性调和啊，彼此相敬相爱，这身心要调和，心和，人人和，行好事，口和，人人都要传法说话，启发人人的心，带动啊人人做好事。心要净化，不要有贪图争名夺利，所以现在需要有一个方向，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，那就是爱，爱护人类，爱护地球，爱护呢整个大空间的清新空气，才能让气候呢不需要再不断的这极端的变迁。我很期待不管任何一个国家，期待了菩提种子要更
繁殖要更撒播，更普遍呐、啊，人力要更多，人力多呢，一来多一位启发爱心，多一份的虔诚。我们天天一早的祈祷，中午的祈祷，无不都是呢虔诚的心，上达诸天诸佛菩萨听，期待着天下都能平安。